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记忆的教诲，突破界限之门。好，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帅哥与美女，配上一只算野兽吗？那只猫算吧，好吧，帅哥与美女野兽队，太复杂了，我不解释了。基本上，核心队员有几只，这个应该大家如果在看一些爬文的话应该都知道。主要是巨蟹啦，巨蟹是蛮核心的，因为这一次的关卡巨蟹来讲是最好打的。其他像水面控场啊，这个放毒的话是打最后一关。现在来为大家测试看看。基本上两只哪一只先打都可以。看各位的技术这样。我是建议，因为第一关会比较危险的话，我们最好可以速战速决，是打这一只会比较快啦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叫水火木。晚间不知道怎么下手哈。4800，水火木，来看一下这个是，大部分人是先打左边那一只啊。可是我是选择打右边，因为你看我这个血量是很危险的。哇，这个木好远啊。看一下这个木。非常好，失败。因为第一关只要缺心珠，很容易就GG了，所以第一关是最难打的。水，所以我会先挑右边那一只打，因为比较快可以 KO 掉它。像这样就很稳。这时候就洗洗地了。既然你用耳霸打到这种程度，打起来就很轻松了。4508，他打48多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只要大概三四回合不缺心珠都不会死。基本上这样就等于是通关的啦，可以这么说了。因为接下来的难关还有个第三关，这个我不确定。所以要看一下状况。这时候记得下手要轻一点，因为你要洗洗地要洗好。像我的暗珠是攻击的主要的，所以暗珠可以的话把手，哎呀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不要绿，好不容易打局面弄成这样，还没有好好绿珠有没有？基本上没有出现骷髅头之前，你都可以慢慢刷，慢慢的用技能没关系，把全部技能吸满再进下一场。
酷爪出现了，小心一点。好，技能都洗出来了。像当然它还是一样会累个哈。这关看起来可能会蛮难的，其实也不难啦，哦，就继续开下去就好了。砰，知道吗？这关突然间变得很简单了。好，一样，好，把你的那个巨蟹洗出来。哦，但是我这时候会顺便做一个绿柱的动作。好，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下一关，下一关要爆发，好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自己绿自己要的猪。好，我是这个水猪好了，水猪跟暗猪攻击力比较多。哎呀，然后这样玩基本上都不是问题的啦，都是轻松打的。水珠，哦，至于这个下面那个绿珠怎么排，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，所以这个就没有特别跟大家解释了。总之就是你可以除越多猪就越好。所以基本上我这个关卡应该也算过一半了。血量，他打5000多滴，只要打得意忘形，忘记补血。不够，开一点那个装置来补一下。
差点削到我的那个台面。你要快点也是可以的，只是说到下一关风险会比较大，因为下一关我还没有打过，所以我没把握。那既然没把握，我就先不做猜测。回合数蛮长的，我们就直接这样打好了。对，我们又不是吸血，所以能够配木妹也是 OK 啦。我刚以为我要吸血，就搞错了，所以现在那个是有点无意义的在吸它这样，变一滴。哦，底下点这个有点被破坏掉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再把它弄起来就好。所以看这个局势来讲的话，建议大家可能是打到快死了再开始点好了。我这样耗了蛮多时间的。不过我的毒伤怎么会一滴？不太对啊！啊，要四系以上，我打到现在我才想起来我在干什么，怪不得，完全忘记四系盾的存在了。是啊，这个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只能说这个是记性不好，还是打到太兴奋了，就对了，非常好，我的那个暗珠全部都没了，打了一轮之后暗珠没了没有？哦啊，这一关的话，你要什么技能都可以放啊，唯独巨蟹不能放，就是这样。毒伤开下去，我尽全力轰就对了。哦耶，那个，6337，哎，其实也还好，稍微有补到的话都不是问题。哦，没得补的话，那个装置开下去就对了。这样还好，如果这样6000多的攻击力，这样应该不是很痛。那应该我这样就是等于是通关的啦，后面关卡都不是问题了。6337，血量保持6337以上就可以了。
因为我们先补再扣，先补再扣，所以基本上是 OK 的。平民转出啊，三到五C就是这样。记得不要没有消到，没消到就当场就哭了，真的。因为你没消到，那个一灯就不会补了。因为我这个队伍是属于防守型的，所以也没什么攻击技就对了。其实巨蟹你要开也是可以的，只是说要开始就开了。像我现在血量剩没多少，我是不建议开啊，太危险了。开了下一回合你就过不了了。我基本上现在也不晓得有没有人听到我讲话了，因为大家可能都拉到后面去了，看结果有没有。哦，所以血量要进场之前自己要稍微算一下。基本上我正常是会算的，不过刚刚真的是去打了几场那个灵魂死，把血量撑到可以过第一关才来打，所以也没去算了。嗯，差点没消到啊，吓死了！不知道在转什么，可以摔死啊！虽然说我不晓得转来干嘛的。但是就是想说无聊转一下这样。可以看到我转成这样都可以玩了，基本上，大家的功力应该蛮多，高手应该都是 OK 的。哦，其实这个关卡来说的话，不是说，应该说最主要是你有没有卡牌。最近的关卡都是有这种现象，就是不是过关的问题啊。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，这关卡好简单，因为他有嘛。例如说，我有一灯，所以我觉得这关卡很简单。或者有人觉得说，我有巨蟹，所以这关卡很简单。啊，没有一灯跟巨蟹的，啊，就是很难嘛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哦，所以不是说关卡设计的难度而已，还要说你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卡牌啊？没有，当然就难了。好，这关也是一样哈，这个巨蟹就开下去了。我夹，好，接下来就好处理了。这个不过这个攻击力有6860，多了一点点。哦，这个也不能太轻敌哈。目前没有攻击力，所以我们就是，用先攻盾嘛。哦，所以这时候又开始我们的洗西堤之旅了。哦，6860，保持6860就 OK 了，对。啊，记得下手不要太重，先把你巨蟹出血再说。
哦，它是 CD2 的，我忽然忘记了这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啊，算了，我真的是已经有点恍神了。哦，其实试过用暗队啊什么的，其实不是不能通关，只是稳定性的问题。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很难过的话，吃石头换一下旅人也是 OK 啦，我是这么觉得。哦，这时候记得下手不要太重。哦，因为巨蟹要是没起来，你就跟大家说谢谢。哦，机械起来了，那就可以开始打了。哦，一样，台面上要绿出你要的猪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打那个鸡龙的时候要用到。这个我看一下，光或水都可以啊，看大家。因为我不确定我的攻击力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，所以我一样是用保险的方式打。哦，这个我是习惯都稳扎稳打的啦，所以我的比较少用暴力的玩法。哦，因为我求稳定的话就是这样了。看到我们的一个组员已经也通关了，我好像慢了他一步这样。打那么多颗就都没有按的，欸，我们忘记吸血，对，这个吸血要记得开一下，我开了记得要把它洗回来，不要太舒服，放尾王的话到时候GG掉真的会哭，天降21汤宝直接把它 KO， 我真的是哭给你看。那个放毒好像有点多余，我现在觉得我很多余。主人已经开始告诉我们说他已经通关的那个啊，好快啊，这个速度啊！看一下他用哪一队，用妲己，很妙哎。
了。不好意思，刚打了个字哈。终于来了。对啊，多给我一些按住，这样比较快。因为现在没把握那个在那个基隆那一关两万多，应该是够啦，只是不晓得，现在不敢连太多 combo 上去。保险起见，我当然是稳稳的打了。所以真的懒得看的人，可以直接看看通关的后面的部分。要靠岸的，不然攻击力有点不太够。我比较担心是基隆的防御率啊，因为防御率目前看不到资讯，不晓得多高，我都破不了啊，破不了防御率就很头痛了。反正就是看有没有人很勤劳去帮忙算一下，没有？算一下那个基隆防御率多少这样。哦，破掉了，破坏了我的美好的布局啊！哦，这边就不多说了，省时间直接夹一夹了，看一下啊，夹，棒！第一只怎么不会死啊？还有这样了，搞笑了。那好，我再除一次字。好，为了保险，我这样除技打基隆比较安全。我顶多只能打他20下，所以最好不要笑到按住。通常这样一讲的时候，天降就、多笑一息就好。好，我们玩最保险的玩法。靠！按住太密了吧，考验我的转住技巧了。整个台面全部都是按住。还有几回合？7回合，撑一下，撑一下。啊，笑到啦！还有5回合。我们这个打法是非常保险的打法。哦，因为我不晓得系统防御率，所以会避免意外发生。我们还是这样稳扎稳打。啊！
问答问答，非常好，刚刚好 ，perfect。所以这次连拆弹帽都不用了。不过为了实事求是，我们还是这个拆弹帽拆一下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是，看一下可不可以把它秒掉这样。应该是可以啊，我上面算过攻击力。哇靠，我在转什么？靠，太低估我自己。我想一下，防御100万，所以夹不死啊。先放毒，夹一下看看。我是不会加几十万，加一滴，叮，没关系，我们有水妹，动起来再说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什么闪电盾啊？一二三四五，什么鬼？官方，以后我跟你讲哦，那个跟大家说明一下，以后可能会有那个要玩那个贪食蛇的那个盾就出现。我忽然发现我没消我无所谓了，反正可以放毒就好了。好，以上这个是还算保险的打法，这第一关比较危险。这个组队我目前来看应该是可以说算是最好过的了啦。好，其他组队大家再试试看好了，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好了，我现在蛮好奇的，这个经验值，非常好。那 BS 我没办法，它就是这样设计的。因为我本来想要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排行榜，那就是放弃的意思就对了。Shit！ 其实有些时候，它这个设计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这因为我们说如果想要看，没办法看组队，我不见了。算了，当我没说过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